是，你们是滑稽派来救援吗？哎，是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你不知道什么原因打不着了，在这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个张俊啊，查一下电路点火线在能量。好，来，李斌查一下高压线。好，冯卫看一下防冻液是不是重气专用。查一下启刚有没有灼烧现象。是，沈夏给我一块挂牵引绳。 地道隧道是货运轨道，已经10分钟，最后下一站了。只要咱们这儿只有7-8分钟，联系列车赶紧停车！哎呀，跟他们申请了，可是车上装的军用物资，只有得到部队的资料才能总督停车呀。急需给他们保持联系，实在不行申请加速，给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。好，好，好。挂好了，来，都快点，别人快点，别人拖车了。大家下车，往这边走，走。 有没有牵引绳啊？没了。哎，你去找一下附近村民，看看有没有更能承重的粗绳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咱这货车装货都闯这20多吨，这村民上哪弄那粗的绳呢？好歹20多吨，上百多久了？砸都有啊，跑得多吗？咱这是运输工资，运停车不停了。有没有出现过空转？就是缺柴油。不可能，这车没有抛上架子的。3-4分钟。 电火车能量正常，查一下燃油路还有没有漏油。班长，保安四撞的正常，看一下燃油压力调节器，防冻液没有问题。那就查一下油泵还里边有没有积碳，有泵一时半会儿打不开的。哎，查一下驱动皮带有没有脱落。好。还有4分钟，货车马上就过来了。如果你们再弄不好，都撤回人亡了。班长，燃油没有漏油情况。我来吧。 叫你别捣乱！你没听见地勤员说什么吗？叫你这车别捣乱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学过吗？你懂车吗？我相信他。按照我们的方法，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问题在哪儿。试试吧。 刚刚车主说，买车才买了3个月，你们说检查什么电线状态，还有油泡有没有积碳，这些都是汽车老化才会造成的问题，都按照书本那趟去检查，你们半年也查不出来。那你们积极加速，积极加速。 安全地带，小心，把车往前挪。哎呀，走啊，把人都带走，火车来了。停他了，停他了，停了，快！大家伙，大家伙，往这边走，来，让开这个地方，让开这个地方。安全，我相信你。 不能熄火，不能熄火，不能熄火！小五，你来点火。老张，你出来，我来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小五，啊！
不要命了你啊，疯了吗你啊。白长安，谢谢你。嗨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燃油调节器的阀门负责调节油压，油压或高或或低都会引起发动机熄火。一般的调节器要么就是和油泵装在这油箱里，要么就是和喷油嘴的末端连在一起，安在这两个明显的位置，在做故障排查的时候不会把它忘记。可是这华系部分的五吨车调节器和燃油滤清器装在了一起，虽然作用同样重要，但是这位置没那么明显，所以在做故障排查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。往往忽略到这个细节，常常就是生死攸关。你说常常？上一次忽略掉这个细节的时候，我的两个战友小五牺牲了，马战丢了条胳膊。白长安，我为我的无知向你道歉。哎，小军，大学生啊，大学生都为自己的无知道歉了，那我也为当初接你们时的莽撞道个歉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小夏，是你及时喊醒了我。白长安，嗯，还走吗？妈，对不起啊，我没赶上火车。儿子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快看谁来了。嗯，春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可太想你了。哎呀，都长这么大了。比你高了吧。嗯，这一见我又成14岁混小子了。嗨，春哥，我在你面前一直都是14岁混小子。不，混小子毕竟长大了，知道自己担事儿了，知道向沈家道歉，知道在厂区为全厂工人出头。春哥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？嗯，我还知道你不想留在华汽。我想，可是我留不下来。